少豪情已冷，过是家事兴亡事，几腔热血难平。儿女多情，相濡以沫，相守今生，相守今生。携手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。老板，查到华安的底细没有？查到了，他现在化名姓金，自称是商人，但是很神秘，很低调。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怎么和罗浩东搭上的，他们在一起做什么。嗯，好。真希望时光永远停留在这一刻。雨桐，雨桐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不觉得我们这样才像是夫妻吗？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谢谢你。这是你留下的离婚协议书，我在上面签了字。现在我们算是正式离婚了。你是不是有了新的对象？你是知道的，我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对象，我只想还你自由。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摆脱我了，为什么要放弃啊？你要知道，以后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，我想通了很多事情。我们会走在一起，我们会结婚，这是天意。我永远不会和你离婚的。你不后悔？我不后悔。君姐，我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。我要跟你做一辈子的夫妻，我们不要分开。
方俊杰吗？没有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方俊杰就是康康的爸爸。我说过，等他回来会亲自向他解释清楚。看来现在更有这个必要了。不要去！他们两个人好不容易才接受了对方，那又怎么样？为什么总是要苦你自己成全他人呢？你是爱他的，他也爱你。 只要你勇敢踏出一步，你们就可以修成正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总是压抑自己的感情，硬是撮合并不相爱的一对？想哭就哭出来吧。 你折磨自己也在折磨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第一天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舍不得看你这样。就当我从来没说过这话。你不要有任何压力。 没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学着忘记他。相信我，忘记他，忘记他，忘记他。 小姐和姑爷回来了，奶奶，奶奶，来啦！爸爸妈妈，康康，还有爸爸呢。哇，康康，有没有乖乖听祖奶奶的话呀？有。没有骗爸爸吗？没有。康康好乖哟。康康，有没有想妈妈呀？有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 康康真乖，爸爸也想你。老夫人，是不是可以开饭了啊？那就叫雨桐跟静杰出来吃饭吧啊！听话的，我们康康长大了，现在是小男子汉了。奶奶，哎。 Thank you.
志伟不是说要回来吃饭吗？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大家都到齐了。雪妈，开饭吧。哎，是老夫人。汤来了。好，今天请大家回来吃饭，主要是庆祝俊杰能够平安归来。 趁这个机会，大家也聚一下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就不要客气了啊！康康，你今天还没有叫姨父呢。他不是姨父，他是坏叔叔。叫姨父？不，他欺负我妈妈，他是坏叔叔。哦，是这样。有一次为了躲避空袭，我们碰上了，所以康康对俊杰有些误会，啊，是不是康康？ 康康，姨父是个好人，他不会欺负人，以后要叫姨父，这样才乖，知道吗？康康，姨父是个好人，你相不相信舅舅？嗯，相信。那该怎么办？怎么叫？姨父。乖。今天还是第一次，两个女婿在同一个桌上吃饭。 希望以后能常有这样的机会，这样奶奶一定会很高兴的啊！那当然了，奶奶岁数大了，还图个什么呢？希望以后啊，你们能够常常回来看奶奶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只要我有空，一定常回来陪奶奶。哎，那真是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大家吃饭吃饭，来，康康吃饭啊！ 要是妈也在就好了。哼，志伟啊，来，多吃点菜啊。华先生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，真是巧啊。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，请坐吧。请问您喝点什么？啊，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你。你认识我们罗总？罗总大名鼎鼎，谁不认识？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生意上的朋友，罗总为人海派，很会照顾人。 我们出门在外，能认识这样的人物，非常幸运。只是这样吗？别进谈火呀！你呢？机器到手，赚翻了吧？什么机器啊？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能认得出我来，我就认不出买大发机器的幕后黑手。是你不讲信用，说好跑得远远的，却跑到重庆来，你爸妈苏家的人活剥了你。 重庆这么大，要碰上还真不容易呢。再说了，你要不说，谁认得出我来？你不要太笃定，苏家的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苏家现在已经贫困潦倒，是另一个阶层的人了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倒是你，你今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这不会是巧合吧？ 你离开重庆，我们相安无事，这你管不着。我提醒你，我们的交易已经银货两讫，互不相欠。我跟罗总很熟的，也许你很想让他知道你曾经背叛东家的事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把我逼急了，我会不惜玉石俱焚，把你咬出来。 自己送上门去啊！我已经被华安认出来了。
我们道高一尺，人家魔高一丈。幸好来这之前，摸清了华安的底。什么意思啊，老板？华安背后可能有靠山，而且来头不小，否则他不会那么有恃无恐。真想不通，华安在香港究竟做了什么？怎么好像换了个人似的？那气势、城府，已经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了。哎，老板，那我们要小心提防这个人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华安掐着脖子走，我得赶紧抓住罗浩东。喂，喂，我是安妮。哦，安妮小姐啊，有什么事找我啊？你不是说志伟升职了要帮他庆祝的吗？怎么都拖了这么久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哎呦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给忘了，这两天正忙着苏家的事呢。那还要等多久啊？等多久？既然你那么着急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今天？好啊好啊，正好我爸不在家，那要不现在如何？现在？现在是我上班时间，忙着呢。嗯，不如晚上吧。那好吧，那地点你打算定在哪里呢？我到时候定好了地方再给你打电话吧。好的，再见。嗯。小马，你看好美呀，还说不来呢，不来多可惜呀。山美水美人更美呀。哎，还说呢，这么漂亮的地方你都不带我来，这一次还是沾了佳丽的光呢。我哪有这么大的面子。你们两个是要比谁的面子更大？哎，你看上面有个凉亭，从那儿看整个重庆城一定很漂亮，我们快上去吧。啊，快走。我都跟不上了，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我都跟不上你了。我说你呀，这少奶奶当惯了是不是？连这点路都走不好啊！来，志伟，来来来，这边。什么事？没想到吧？来坐。坐呀。你们干嘛搞得这么神秘？是安妮，她一定要给你个惊喜。恭喜你高升。真的真的不敢当大小姐。哎，现在我不是什么大小姐，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给你庆祝的。对对对，我今天也不是什么肖总，而是以老同学老朋友的身份祝你步步高升。哎，酒我就不喝了，真的。我好久没来这种场合喝酒了，而且我待会儿还要送大小姐回家，你们喝吧。我说志伟，想当年在上海，你堂堂一个大少爷，这种地方你也没少来啊，怎么突然之间转变这么大，脱胎换骨了？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。好了好了，既然今天大家来到这个地方，就好好的玩，一定要开开心心的，不醉不归。我们也是一番好意，你就别扫兴了，来喝。对，来。嗯，这就对了，来满上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今天这酒喝得好痛快啊！没想到罗大小姐的酒量如此惊人呢。你也不差啊，你才是酒国英雄。救国英雄，好，志伟，那就麻烦你送一下罗大小姐。好，
我的车在那边，我先走了，路上小心啊，再见。嗯。志伟，车子突然打不着火了。这样啊，那我送你们吧。哎，这样吧，你把安妮小姐送回家，我看看车子能不能修。行，那你自己小心啊。嗯。姐昨天出去了一晚上都没回来呀，那她说去哪儿了吗？昨天是小苏带小姐出去的，会不会有事啊？没事的，有志伟陪她，不会有事的，去忙吧。啊，是。罗总，啊，您回来了啊。啊，对了，昨天晚上车子坏了，我已经叫人拖去修车厂了，这两天就没车用了。那安妮呢？你没跟她在一起？昨天晚上我让肖剑送她回来，她没回来吗？打电话给肖剑，快！哎，你好，罗公馆，警察局。昨晚我们警察巡逻时，发现一辆轿车弃置在路边，车子外壳有打斗造成的破损痕迹，车内遗下一只女士孕包，包内发现一张昆大学生证，会长您看看。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令爱？是我女儿。那驾车的人呢？你认识肖剑？我们是朋友，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。估计他们两人已经遭到了绑架。哎，你好，我这里是罗公馆，请问有见到罗安妮小姐吗？没有。麻烦你，如果有罗安妮小姐的消息的话，第一时间通知我，可以吗？好的。肯定是老范，这件事一定跟他有关。老爷，刚才有人送来一封信，要我交给您。罗会长，你女儿在我们手上，拿100万了。如果报警，让你一辈子见不到你女儿。果然是绑架。绑架？这会是谁呢？不知道，但我女儿肯定在他们手里。那我们要报警吗？他们的信上写，如果我报警，我们父女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。
钱放进去再说。我女儿呢？要找你的女儿，去岭南宾馆207房。快走！老板，207房现在哪？在上面。走。安迪，走，安迪，是，爸爸来了，对吧？啊，没事，安迪。爸，我怕。好了好了，爸，没事没事了啊，别怕，别怕，爸，别怕，别怕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小简，罗伯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跟志伟分开之后，我就送安妮回家了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一帮劫匪，把我和安妮拉下车。我们当时被打晕了，等我们醒过来，就已经在旅社房间了。罗总，警方那边有线索吗？警方找旅社柜台问过了，昨天晚上有四个大汉扛着两个袋子投诉，付了两天房钱就出去了。那名字呢？登记住宿的名字根本是假的，旅社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是说是外地人。外地人？重庆有这么多的外地人，上哪儿去找？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？哼！幸好安妮还没有事，否则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现在就当是破财免灾了吧。安妮没事就好了，我有点累了，想回去休息休息。嗯，小姐，要不要我送你？哦，不用了，你还是留下来陪罗伯伯和安妮，他们需要你。你小心点。我先走了。罗总，这件事情真的不再查下去了吗？不必了，我知道是谁干的。行啊，小马，办事越来越利落了。赏你的。哟，谢谢老板。哎，老板，我在想啊，那个罗会长也不是什么好惹之人，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有麻烦啊？也是受害者，罗浩东就算有十个脑袋，他也不会怀疑到我的头上。再说了，只要计划能顺利进行，就算他以后发现什么，他又能奈我何？对呀，老板，您太聪明了，嘿，日后我还要向您多学习学习。嘿嘿嘿。先生，你是大罗的人吗？对啊，罗安妮和肖剑是私奔吗？先生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罗浩东会成全他们吗？给我们透露一点吧。是啊，您说两句吧。哎，透露一点啊。您说一下。对不起，这都是一派胡言，无中生有的事。啊？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好，先生。罗总，你还好吗？那你说，怎么会有这些谣言？
可能是旅社那边泄露了消息，报社胡乱添油加醋，乱写一通。你不要太在意。我能不在意吗？我要知道他是谁，我绝不放过他。爸，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生气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我们在讨论公事。报纸给我。没什么。给我。罗总。爸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吗？安妮，安妮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安妮，爸爸在身边呢，啊，不会有人伤害的，啊，没事，放心吧，安妮。志伟，如果是记者，不要理他。哎，肖剑，你看到报纸没有？昨天晚上的事，报纸上乱写一通。喂，小姐吗？你在哪儿？你马上来见我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送安妮小姐回家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还被歪曲事实。你真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事？我也是受害人，我没有理由这么做的。我是男人，被写被批无所谓，可安妮小姐就冤枉了。我愿意做任何事来补偿。你怎么补偿？我已经约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，让他们更正。我还打算召开记者会，我亲自去澄清。更正有什么用？说明有什么用啊？伤害已经造成了，安妮的一生都毁了，你叫她以后怎么嫁人？怎么在上流社会立足啊？陆伯伯，我愿意对这件事情负责，给您和安妮一个交代。你怎么负责？我这样做或许不是最好的，但是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。要是您不反对的话，我愿意和安妮小姐结婚。你喜欢安妮吗？安妮小姐人长得漂亮又聪明，我当然很喜欢她。这虽说是权宜之计，但我有信心能给安妮小姐带来幸福。罗伯伯，我之前对安妮小姐从来没有过这种念想，一直把她当妹妹看。但是我相信，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事到如今，除了两个人结婚，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幸好小姐无论家世和外表，和安妮都很相配。只有这样了。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。着手筹备婚礼，越快越好。是。什么？你要我嫁给萧剑？我不要，我不要嫁给他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不嫁都没有办法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不要嫁给他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谁？我在问你话呢，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啊。可，人家不一定喜欢我。那就不用说了，何况这种事情，对我的名誉地位都不好。可是我跟萧剑是清清白白的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难道您不相信啊？我当然相信，但我相信有什么用？要让外边的人相信才行啊。其他的人我不管，只要那个人相信我就好。那个人相信你也没用，要让全重庆的人都相信。凭什么要考虑他们的看法？我问心无愧，随便他们怎么想好了。我不会让你胡来的。听好了，爸爸不会让你嫁给别人，也不会让你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。萧剑也算个人才，不会配不上你的。在世界上，萧剑还可以做我的左右手。我仔细地想过了，这是唯一一个两全其美的最好的办法。爸，你还是认命吧，爸爸不会害你，爸爸会帮你办一个很体面的婚礼，你就安心的做新娘吧。
爸，我不要嫁给萧剑。是不是气糊涂了？来，你快去告诉我爸，你要娶我，我不要嫁给萧剑。罗总要你嫁给萧剑？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萧剑，拜托你救救我。大小姐，你这玩笑开大了。我是认真的，我宁可嫁给你，我也不要嫁给萧剑。婚姻不是儿戏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？我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喜欢你，我要嫁给你，你快去告诉我爸，你喜欢我，你要娶我。够了！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你说谎！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是喜欢我的，你为什么不敢承认？我承认。我并不讨厌你，但是对于我而言，你就是个大小姐，没有别的想法，更别说娶你了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苏志伟，难道你喜欢燕儿那个野丫头？没错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。追求属于我自己的幸福，没有人可以安排我的。崔阿姨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您了，我有急事找小崔。好，等一下。喂，我是小崔，哪位？小崔，我是安妮。你听我跟你说。别再看了，你这两天忙，我一直想问你，我想知道你对安妮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。在我眼里，安妮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，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突然就要嫁人，我有点转不过来。是啊，别说你了，连我都觉得很突然呢。而且安妮、萧剑他们两个人是完全没有感情基础的。你很了解他们？啊，也不是。只是那天啊，我有事找罗总，一不小心听到了。罗总啊，他是为了要平息谣言，所以才决定把安妮嫁给萧剑。是这样吗？嗯。照理说，萧剑结婚，我的噩梦也解除了，我应该觉得高兴。可是我想到。这关系到安妮一生的幸福，我不得不告诉你。至于萧剑的为人，我几年前就领教过。如果说他是真心爱安妮也就算了，我就怕不是，我就怕他对安妮另有企图啊。有什么企图？我不知道啊，
所以为了安宁的幸福，我们就不要着急了，还是观察观察萧剑再说吧。那我真得找我大哥好好谈谈。老爷，二爷来了。哎呦，正好吃饭，来，家父碗筷。哎，别忙活了，我还有事，话说完就走。是啊，我怎么忘了？我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有话直说吧。大哥，我不赞成安妮嫁给萧剑。安妮的婚事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的婚事能不能取消或者暂缓。好吧，但是你得给我一个理由，我会听你的。你怎么可以让一个杀人凶手当安妮的丈夫？那要看看他当时杀人的动机是什么。如果换作我，可能我也会这么做。这种人有分裂的人格呀，大哥。那是因为雨涵玩弄萧剑的感情在先，令他失去了理性。大哥，你这话听谁说的？据我的了解，当初雨涵并不爱萧剑。好了，你不要说了。我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瓜葛，今天为了安妮的幸福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让所有不快的事情都尽快过去，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。大哥，你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。不是，我是为了安妮，我的女儿。我这做叔叔的，为自己唯一的侄女未来的幸福特意过来给你忠告，而你却不听。安妮的婚事我是不会改的，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决定。好吧，我言尽于此，只要安妮幸福，就当刚才的话我没说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不怪你，是我通知晚了。你今天约我到这儿，应该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？既然上天把我们绑在一块儿，那我们就应大家的期望，结了吧。相爱，
深深深入无海。有人相思，人情线长满情缘，有缘相守，有缘相守，才明白情深，才明白为你而来。